耶诞节是分享爱与希望的日子。黄金博物馆十二月耶诞节期间，在馆内炼金楼二楼的河流淘金互动式体验展区，是布置了圣诞角，在金沙河流旁是衬着银色满满的圣诞树，特别浪漫温馨，让许多民众快门按不停。瑞芳金瓜石地区的黄金博物馆自开馆至今已经迈入14年，为了让民众能更加亲近矿山文化，进行规划逐步更新馆内的展示内容。黄金博物馆表示，首先推出的是河流淘金互动体验，民众可以模拟野溪淘金，在金沙河流中淘出足够的金沙，就会显现神秘的数字，每个数字都有和金对应的谚语，而前来体验的民众也大赞真的很有趣，模拟我们以前在野溪淘金的感觉，那就是呢金沙呢顺着河水的方向这样流过来，让我们的民众呢可以拿起一个木盘，在水里面做一个像这样子简单的画圈，像淘洗的做工作。那淘洗呢，洗洗洗之后呢，它就会慢慢的聚集在盘子上，聚集在盘子上之后呢，就会出现一个神秘的数字。那这个神秘的数字呢，我们就会对应到墙上的说明板，它呢就会有告诉你说，哎，12号是黄金，是土地公钱，这些谚语呢都是跟黄金有关系的谚语。我觉得这个好好玩哦，这样的展示好像没有办法在其他地方看到，然后来到黄金博物馆，没想到也可以遇到一个这么浪漫的展示，然后后面还有结合一些矿山知识的部分，我觉得是个很好的连结。博物馆表示，耶诞节是分享爱与希望的日子。黄金博物馆十二月耶诞节期间，在馆内炼金楼二楼布置了圣诞角，民众可以将适合儿童及青少年阅读的优良读物带来，和博物馆交换礼物。收集到的书经过博物馆整理后，将会送给离近小学，让偏乡学童能享受更多阅读的喜悦。特别布置了很多圣诞树，在这个地方有一点圣诞角的意思，那也希望民众呢可以带你的好书来这边跟我们做一个交换礼物，只要您带一本您的好书呢到这个地方来，我们会跟您做一个明信片的交换。可以、okay, 在十二月的时候呢，那把家中不再阅读的要给青少年的一些书籍，然后拿到这边来，那也跟让家里的这些旧书呢可以跟更多的在地学子分享。另外10月8号也有台湾之美金宫体验，凭门票或免票证明就可以免费参加活动，丰富有趣，详细内容以及活动日期请上黄金博物馆的官网查询。记者方锦江、瑞芳报道。